简单提的就是讲，今仔日一个收入有限的一个农民农友，伊这份的情怀，会当回馈乡里，来辅助咱的弱势团体吼，要捐出一千200公斤，要来咱这个盛嘉林、宜兰教养院跟南智相关的这个社会团体，而且嘛关怀阮将来这低收入户吼。所以咱的陈农友吼，实际上嘛是一个咱三星乡返乡青年一个表率我望会当这个返乡青年这个当作为当影响更加侪人当来来参与，会当接办咱三星真跨2000多公顷的这个农地，我望会当三星真正生意，三星有吉祥。年轻人，那您说在从事农业这一块蛮久的，那有机农业这一块是说，希望做出来有机的，大家分享。那现在有这个能力说，把好的有机米分享给大家，也是说以前父母亲的教育说，自己有能力要多照顾一些别人这样，谢谢。六六六六六，哎，六六六六，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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